少年此刻的一些非常激进的面貌。那这部分的话，因为有很多图像的帮助，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觉我们的主讲者不在台上，因为我们要配合单箱投影机和电脑的位置，所以我们主讲的林玉斌教授会在台下，来透过投影片来让各位认识跨性别美学。好，道歉哈。真的必须这样子，然后当然这对我来操作来讲不是很方便啊，不讲。那这个因为这几年来这个男人的东西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讲，虽然本地的女性主义者已经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好，过去我们认为在常识上来讲，性感就是跟性别是连在一起，密切相关，然后跟性别在一起的。事实上，女性主义也是从性别的角度来分析男人的这些新性感的现象。那我刚刚给大家随便看了几个图片，这我随便找的，因为不一定能找得到，就是所谓的男人的新性感的这种形象，对不对？好，那女性主义基本上她的性别，面妆看非常性感，而且美丽，但是我不晓得说这会不会影响到你的教授的什么身份啊，或者将来如果说有系主任票选的话，真实的女人更真实，或者女人更女人啊，嗯。其实我在我们这个超野原则里面讲的这个意思呢，还有前提意思就是说，其实没有这个原本的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后面它本身跟超野的关系，还有一个问题是说，装扮有，现在的社会没有说，如果我们提到这个自我装扮、自我打扮，其实就想跟自己的关系。那么，而隐藏在很多的机构里面，发现你很难去做自己，这空间有限。这当然不是外表而已啊，你想做什么样的人，有的时候你的上级需要被关注。当然没有说这个东西就会影响到你的这个所谓的前途。所以这一种，我觉得这一种美学的这样一个很普遍不断的这样消费商品这样的一个全球化的状态啊，不断在开发新的东西，这样的状态其实是提供更多的选择和可能性，它还是会有这个松动，都会说哎，可是还是有人会主动我会说那你要干嘛，你也请，但我根本没有主动做什么，我没有 okay, 他没有秀，他如果说他是 TS 的时候，才有。所以